去刘叔叔那里，去医院呀，看小伙伴呀，快点！今天要是验血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不打针针了呀，乖乖。小朋友都来笑话你了，是不是啊？人家都进去了，小猫咪都进去了。对呀，走。阿宝要去吗？阿宝，要打针针吗？嗯，阿宝，阿宝不去。嗯。快点，待会回来妈妈奖励零食。你爸的这个有用吗？嗯。不要去个医院就跟你搏斗半天，好不好？爸爸，吃饭了。嗯，小宝要乖乖的在家啊。刚才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把航空箱给拉粑粑拉脏了，然后给他洗完以后，死活都不肯进去了，蹲在路边用矿泉水给他洗的，这样爸开不了车呀。嗯，你臭臭的，你全身都是粑粑味，自己再弄弄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这样做警察叔叔看到了会罚款的，好不好？用安全带捆着。啊，就这样了，别动了啊！现在我就是抱着一个很臭很臭的乐乐，乖不乖？嗯？怎么这么怂？都打了几百针的猫了，还害怕上医院呀？嗯？好吧。乐来乐，乐，还记得这个地方呀？藏进去了，来，这里，来妈妈这里，嗯，来呀，这个不是小猫咪了，你别去了，乐来乐，嗯，来了，嗯。连蜘蛛都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你看你闹了，妹妹，别跑了啊，我累死了，好不好？乖一点，毛毛都长出来了。对吧？哎，刚表扬完，要压住呀，会出事，不能走。躺下，快，要压住，然后会出血。还记得凡凡呀，宝宝，妈妈还以为你不记得。嗯。进笼笼好不好？走吧。